所謂 HiFi 碟咧，唔係話淨係啲音響校得靚啊，啲音樂好聽啊咁，同埋原來同個音樂嘅 matching 咧係好難做，因為如果平時做 pop 啊狼歌咧，哇一大堆音樂嘅時候咧，你知道幾時咧係高潮迭起啊，幾時點樣？咁原來 HiFi 碟咧就唔同嘅喎，可能咧個音樂咧由頭到尾咧都係平平無奇，咁全嗰個感情咧只係喺你好細微之間嗰度轉變嘅啫，唔係話用一種哇好強啊！因為如果你用很強的聲音，好像我咁樣初初唱嗰啲咧，猛拉尾猛翻唱翻咧，就是因為覺得咧，好似我自己喺度，我自己發咗燒咁樣，嗰啲音樂好似冇理我咁，咁咧變咗咁樣樣咧，就係一個對我嚟講就好新嘅嘗試。咁啊，大家山咧就以前做過嘅，咁可能佢就冇我咁困難。都唔係㗎，其實我都發覺係好靠自己嘅創作空間去誒發揮嘅，就係因為冇音樂伴你，佢亦其實係嗰個。即係襯托，咁你自己點樣加強弱同埋感情，同埋好平淡，咁全部靠你自己，所以其實個即係難度係好高啦，但係其實個發揮都其實幾好㗎。